再来再来。差一点点，追了好多后面。对，从13-19还是22，14-22开始追。对，14-22追，那一阵丢的太多了，中间有一个，我们2-10当然追到10-12的时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不是？几点钟啊？9:55。不要停，赶快打。30秒 counting。James， 你星期天是上午来教堂吗？有时候来，有时候就在家里可以那个 Zoom。哦，这样子。对对。好嘞。就是 Mass 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在家里就是吃不到那个剩菜啊，剩什么？来这边可以喝一点，可以吃到。除非有 fresh snow。哎呀，三月，今天就比较冰，然后怕那个就是危险。你以为打击一下？不一定，就是滑雪跟滑雪都 mix。没了吧？看到好看的。差一点，中间那个丢太多了。对啊，但是就是明天那个我农民发力啊，就发球没发力，防守加进攻，发力。但是除非有一个球突然就下了一阵，很奇怪的，不知道怎么就打回来了，太厉害。就是你下完球，隔天要扣球。而且他扣球扣了3-4个，都是王斌单手在那小接线接。都是初阶吗？都是两个，不都是中间，因为你的高度是差不多这个高度。下次别扑街了。没有，我打在 James 前面的自然反应。让你出街了，都可以接。那时候没有反应，就看到一个黄的球过来，谁分到就是。黄秋叶有道理，有啊，我们比较鲜明。上礼拜的，但是他很久没出现。对啊，好久没上了，今年都没跟滑雪。哦，他听说最近上不住啊。去滑雪。好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弟弟精神特别好。对，挺好的，很开心的。对啊，越打越勇。越打越开心。哦，这状态好。星期六晚上打挺好的。对啊，你没有人来。对，我们星期四在这打后美国篮球队了，真是觉得还。我们打到9点钟，他们几点钟打呀？他们9点吧。哦，9点开始打。嗯。但他们有时候会早嘛，8点半就坐在这里了。坐在观战的，然后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下晚在饭店吃饭呢，没坐，旁边已经来等座了。没有，跟那个 Mill Work 那些人打球一样。他们9点打到几点？很晚了。不知道打到几点，随便他们了。我们不管战，我们就是你们。但若是 Thursday、Friday 要上班，春夏了。他们都学生，哦，学生，全是学生，全是学生啊。That's OK， 全是学生，就这边附近的大学的，就是可能MIT 啊或者哈佛也有我们的好意思。那也不错，让他们在这边打。四年毕业也太快了。正常，我觉得，因为他们学校进不去嘛。正常了，学校里面。哎 ，MIT 的看要求的，没看吗？这科四是不是？正常，没有印象了。啥？是吧？但是不，他不做，他不 open 给外面的。我就说嘛，哎，对对对对。三人群就散了呀。三人群就散。因为我有印象，开到12点，以前打到12点，然后再去吃饭。好开心啊！这么晚还有吃饭？是吗？是吗？第三场是开到12点，11点，11点 ，OK， 11点。对，我有印象，打到11点很爽。回来读博士。第三场前在不能打，就在读博士的时候。不能知道，就是在30多岁。MIT 平常可以去吗？就随便。我觉得都没有，不是有例吧？他周末有那个，对，我也有。对，要不然叫美院没啥。现在开放人家就去吧，就是外面的人不能去吧？外面的人不能去，但现在是有那个场地。我
我知道，但是有场地时间我们还是不能去。可以带个 gas， 我觉得可能还不行。就是他可以进去，皮特他可以进去，但是他就是你要买一年的 membership。哦。啊，对，一定要。这个。他不能每个月都收，是要的情况。就是你要打十个点就是要买一年，没有了，就是可以装。练也不知道，我只是练跳，练跳。我看了，我没有玩。刚才早打完早回家那次。我这得打吧，好了。还好就连续去了两个月，但也没有打。去拉伤了是吧？对，开始拉伤。你说你戴着口罩有啥意义呢？那个梦想。都已经放弃了。嗯。突然一下，我的钱好像。Great.